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糕仔，今次翻到嚟《三国志幻想大陆》啊，咁今次想实测嘅系山河洛书奇缘，咁大家见到啦，我有六令啊，差唔多2000个，咁我哋实测一下，我会将我嘅呢啲上到去五火啊，其中一件啦、啊，其中一件上五火我就停啦，咁费事之后出重复嘅时候会嘥咗嘛。咁我上到五科就停，咁我实测一下啦，呢个 SSR 嘅机率啦，同埋抽完之后个战力增幅有几多嘅，咁我哋即刻开始。好啦，咁开始之前咧，我哋睇睇个战力啊，38.3亿啊，咁我哋而家即刻去抽卡，抽完卡之后开晒啲图鉴，然后睇下战力一共上升咗几多。Let's go。五抽，十抽，十五，二十抽，一只 SSR， 领取，我哋再继续，五抽。25抽两张 SSR 啦，又系五抽，30抽三张 SSR 啦，又系五抽，哇，好有运啊！15抽。第五张 SSR， 又十抽出了，60抽，第六张 SSR， 咁好运嘅咩？好似25抽。即是共85抽，第七张 SSR， 15抽飞羽弓，15抽即是100张。25抽天机镜，第九张，又系廿五抽天机镜，十张啦，而家 SSR。25抽是保底嚟嘅，好，25抽两张，12张，又保底啦，25抽两张，一张嘅，200抽啦，13张。20抽，14张，10抽飞羽弓，第15张啦，15抽无字神书，
冇带廿五抽。飞鱼弓，270抽啦。第17张飞鱼弓，又25抽啦。破梦枪，第18张十抽，两张又晕，共20张啦。十抽一张，第廿张，我系抽到去500抽嘅时候开图鉴。又冇得廿五抽，破梦枪40，第22张，又冇得廿五抽，飞鱼弓365抽，第23张。五抽中破梦枪，第24张，15抽高山流水曲，第25张，到底25抽飞鱼弓410，第26张，到底25抽两张，冇一张，435抽，第27张，高山流水曲，好，15张，应该是15抽，第28张，破梦枪，哎，咁样单抽先，这个不理，我继续5抽，20抽，无字神书，470抽了，第29张，保底，天机镜保底，495抽，30张，即是500抽，平均500抽就6张咁样啦，6% 到，比官方的几率低喎，而家非洲少少。好，我哋去蜂蜜字开一开图鉴先。因为有一个如果五火就要停啦。目前一火啫，即最高如果一个五火就停。哇！這個特別容易中的嘛，機率。哇！四火啦，爭200碎片啊！破夢槍，好啦，繼續。
哎，又补第廿五抽。破梦枪，即系五百二。第三十一张 SSR。喺二十抽出高山流水曲，第三十二张，好第廿五抽无字神书，继续，哇，三十三张。飞羽弓十抽中，三十四抽，好耐冇试过五抽中喎，十抽中天机镜，第三十五张，又系天机镜，十五抽，啱啱好六百抽。第三十六张，十五抽飞羽弓同高山流水曲，十五抽出两个，即系三十八。有无字神书开始勾起来啦，六百二十抽，三十九张。保底飞羽弓高山流水曲，一共六百四十五抽，四十一张，十五抽高山流水曲，六百六十啦，四十二张，保底廿五抽，破梦枪，破梦枪仲争三百，四十一张，无字神书十抽，四十二抽，四十二张啦。高山流水曲五抽中啦，七百抽，四十三张，破梦枪争两百，十五抽，七百二十抽，四十四张啦已经。有十五抽，三十七百三十五，第四十五张 SSR， 天机镜十抽中，好低廿五抽。两张高山流水曲，复制贴上啊！七百七十抽，四十八张，又系无字，五抽中。头先系高山，今次无字，四十九张，又五抽中，真系又系无字啦！七百八十，五十张。高山流水曲十五抽中，七百九十五啦，五十一张啦，
破梦枪、飞羽弓、十抽两张，53张，破梦争一，破梦争一把。哎，你埋一讲嚟啦，好，818/17，而家一共54张 S 收。蜂蜜汁，武器库，破梦枪5火，4火，飞羽弓4火，其他睇埋先。无字神书，系咯，系破梦枪领先咯。好，呢个反而系蜂蜜之力唔够。掩藏。好，目前战斗力啊，系39.2亿啊，即系升咗9000万战斗力。抽卡后。39.2亿升了9000万之力 ，SSS 交机率，喂，6.6%，咁佢係個機率好接近啦，官方機率6.5%，咁我 SSR 機率6.6%，非常之接近啦。咁戰鬥力方面啦，抽咗810抽，升咗9000万戰力，其實都比我想象中、算唔錯噶啦。咁因為去到5火唔抽咧，因為5火再上咧就會浪費啲，但係佢都有加戰力嘅，但係會好明顯冇咁多。咁所以咧我都淨係抽到5火算啦。咁剩低嗰啲令咧，到時睇下下一個有啲咩卡池係。比較低的 level 或者比較低的進階度啊，嗰啲星數嘅話咧，我就會再去抽佢。目前呢個破夢槍就升爆咗啦，但再上應該係冇呢啲話咩全陣型抗啊、滅啊、加4%呢啲噶啦。咁所以我建議卡咗個五火先咯，到時睇下留翻啲六零嚟抽其他池啦，因為咁樣抽都抽咗800个零啦。因为大家都知道蜂蜜字就不断有一些新的词推出的，咁尽量就留啦。另的话，咁大家就以五星为目标，咁我就火得比较多嘅话，就可以以五火为目标嘅。咁好啦，咁呢条片测试到呢度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影片，帮手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俾有玩的朋友。咁多谢大家支持啊！如果未订阅嘅，帮手揿个订阅支持一下。咁我呢条片到呢度啦。咁我哋下次影片或者直播见，拜拜。